赛还剩下一分半左右，双方仅有五分差距。艾伦交给男模，底线王绿翔看了一下篮筐，稍微有点犹豫，还是被他砍进。都还没有很稳定哦。是，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，场均6.3次的助攻，目前也是联盟当中的助攻王。另外一位跳出来。跟克拉索夫的小组配合，清开一点点的空间，王绿翔在同一个进步，可是细节没有做好，一旦被梦想家抓到，这个分数还是来得很快。王绿翔单节第三颗的三分球，索夫，王绿翔四十五度角三分线外，再